阿达斯曼挑战100块钱在新疆的街头吃100串烤肉，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说的，上回来的时候那个阿达斯还在前面那个位置摆摊呢，现在最后把店都开好了。老板，烤子嘛，烤肉现在有没有？烤子呢？有，怎么？我全部在这儿。先买肉都有。多少钱现在？价格没有变，一个样。还卖10块吗？10块。没来看，牌子在这儿呢，他的老牌子说的。农民烤肉，这确实是他的老牌子啊。烤肉自己拿吗？自己挑的。这盘子、啊、上有啥的先？大的盘子里面这个小锣这个。大的有啊，大牌子。大的有，小的话小的有、啊。我吃烤肉那必须得大盘子啊，100串烤肉那能装完的吗？先来20杆子。啊，20。这杆子看起来特别新鲜啊。再来20个肠子。就。裹着包谷面的羊肠子，看着太带了。啊，咱是个咸烤子，装不完我这盘子太小了嘛。把、啊、盘子给我撒，咱、啊、再装嘛。好、啊，20个心。啊，咱是个心嘛，这个猴果嘛。心，这是啥东西嘛？这个？一个心果的。哦，心果，我看这猴果了，我以为它又增加了新项目，是吧？心吃起来带了，感觉是肉一样。奶泡。20。奶泡，新疆烤肉摊摊上的隐藏菜单啊。来，是放板吧这个意思。我们两叉子放吧，两叉子放吧。啊，但是第二次再开放了，价格没有变过。没有没有啊，但不变。我说了话的，以前你问了，我也说了，价格不变，但是。对对。10年以后呢，只要我活着，还10块钱。还10块钱。嗯，我说吧，但是。可以了啊，真正的新疆儿子啊。啊，但是天天这个东西烤的话，看到的话，馋吗不馋？这个吗？自己吃不吃？自己吃。你说嘛？我你的作品看看嘛，我自己尝你看的。现在的话，一天多少串卖的？要开的话。那个，他现在1000串嘛的，现在1500、1600串有的。哦，2000串也可以卖的，现在人没有的，他忙不过来。人手不够。啊，过去了。好，慢坐。哎呀，馕要不要？馕要。新疆人烤肉馕没有他咋吃嘛？那个吃不饱嘛？那个。馕上面拉直接撒一下吗？啊，撒一下，撒的话那味道没有吗？啊，这个半个好的东西，半个先吃，那个半个再烤。好。这个肠子、肝子、肉全有了吗？这里面？嗯。啊，但是我们在外面吃啊，可以吗？可以，可以啊。啊，烤肉必须要在烤肉炉子跟前吃的吗？对。这才有感觉。哇，直接开炉，热气腾腾的啊。啊，但是嘛，看一下啊，1块钱一串的烤肉，老规矩，先尝一口。哇，烫烫的，好香啊！一口下去咬的全是奶泡。嗯，裹了包谷面的肠子啊，特别有嚼劲，好腥，你知道吧？吃起来这肉肉的，感觉跟吃肉一样。味道不错。嗯，好吃，看来大家都很认可的。哎呦，一口下去，又是肠子，又是心，又是奶泡的，这口感直接无敌了，嘴里面爆香的感觉。哎，你慢点吃，都快都出火星子了。阿达西玛，这才是新疆的自制馕包肉，这烤肉全部给它卷进去，使点劲儿，哇，哇，哇！看一下这一口，你们能不馋吗？嗯。哦，这一口啊，太满足了，嘴巴都清了一圈油。马大星真正的这个马袋辣子放了啊？辣吗？哦，嘴巴里面刮风的。咋卖的？1块。对，1块就是它。就这的，这都是找过来的是吧？慕名而来的吗？你从哪过来的？黄山过来的。是宁县？我好像是宁县，离这10公里路呢。这都能找到啊？啊，那是不是那外卖也有了吗？外卖？
外卖。哎，你怎么送货？哎，邻居外卖的那个。邻居外卖是的，多准备一点嘛。哇，新疆冷饮是吧？哇，这肉质好大的是吗？这么一串1块钱的烤肉，你们觉得怎么样？挑战100块钱点一份魔鬼辣酱香炒米粉，看看老板会怎么做。走着，炒米粉真是啊，三天不吃就想的不行了啊！那个香，那个辣，好香香就过瘾。哎，你好，认得了吗？炒米粉现在有没有？有点。多少钱一份？牛肉的18，然后鸡肉的16。18、16、你这个标准我不好配。你咋知道我是这个标准啊？粉丝呀你的。哦，我是粉丝。你这样你视频啊？那还是老规矩，你给我上100块钱的。行行行，我尽量做啊。啊，尽量，分量不用特别大，知道吧？抓质量，不抓数量。好，非辣、中辣、爆辣，你可能是爆辣吧。不是，可能是有没有魔鬼辣？就是魔鬼辣那个。有啊，可以调。那就魔鬼辣。啊，再前面说。咋了？你这嘴巴跟狗吵架吗？不是吵架了，是冷战了。炒米粉你知道吧？不吃爆辣就等同于吃面不吃蒜一样的。포기할까말까라는생각말자이미네곁으로군다这个老板应该是很有童心的，让这店看起来好卡通的感觉。想的还是到了粉丝老板，直接拿盆上了，又是用盆怼饭的一天。不行了，这闻着好香。100块钱一份的魔鬼辣酱香草莓粉里面都有啥？看米粉，哇，看这个粉，看的也太美了吧！厚厚的牛肉片、年糕、酸菜、裹着酱的鱼排，还有万物皆可泡的馕，哇，不行了，哈喇都快控制不住了！哇，听到这个黏黏糊糊的声音没有？老规矩，浅尝一口。哇，真的是炒米粉，这是酱香裹米粉吗？不行不行，虽然不辣，但是得拿瓶奶。新疆丫头子都是道道啊，奶皮配米粉，越吃越油。哇，我又觉得我行了。哇，看这个酱啊，你们不馋吗？嗯。这米粉好弹牙，因为米粉的口感真的很中和，你知道吧？那是外软内筋，然后吃起来特别筋道，然后就裹着酱，哦，香无敌了。哪个呢？你看，新疆丫头子吃米粉，馕是必点的。哇，看这个被酱裹得浓浓的年糕，年糕它特别糯，然后裹了酱汁以后，它会直接有那种稠稠的感觉，也特别香，还特别有嚼头。啊，不馋米粉的拉稀吗？这口酱牛肉你们该会馋了吧？你们知道牛肉纤维里面都被裹着酱什么感觉吗？香啊，来口全家福。啊，太过瘾了！卡达什么？就是我梦里的梦中情粉吗？哇，这个馕好是汁子啊，一口馕一口粉。嗯，啊，这是什么神仙搭配？真是，这简直是在酱里面找粉呀！哇，有点呛。哎，吹一身汗。整个店里面就咱们两个男的，全是丫头子。
有多少人吃馕都不吃这个馕根的？看看这底下酱有多浓。不行，还得再拿瓶水。不、哦，下次可以毛皮大了，喝了四瓶水，吃到底下剩的全是酱了。那话说，魔鬼椒好吃是好吃，就是有点费嘴。哎，这感觉越到底下越辣。啊！过瘾，好辣的是吗？100块钱这么一份魔鬼椒酱香炒米粉，您觉得怎么样？